没能成为你的遗憾才最遗憾，喜欢刚用了一半又加倍喜欢，再见说了几次真的再也不见，信誓旦旦地说永远都没走多远，是一线视线，剧情起伏转折都学不来完全，彼此纠缠才能维持不断的新鲜感。多次被相互折磨伤害，你不明白。